好不好？大家出来玩吧！欢迎来到老谢的生活日常。今天我们又来到新店海钓场，这一家我大概四五个月前跟台客有来过，然后那一次我跟台客是一个人钓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就是一人一半嘛，然后 PK 赛，结果我那次平手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没输，平手。平手的意思就是两个人都打亏，那次真的是够搞笑，所以我今天来报仇了。然后我怀疑上次是台客带赛了，绝对不是我的问题。所以我今天一个人单枪匹马来这边报仇，那看今天能不能够报仇，就不好说，好不好？走，开钓。老谢的生活日常。现在开始来绑线子。这边新店海钓场这边规定是20号钩、20号线。哦，有点粗，所以要来的观众朋友要注意一下。20号钩，20号线。好了，线绑好了，开单去。今天用回灰，先切一些。走，开单嘞。开始战斗。好，谢谢。刚刚老板拿泥鳅给我，现在换两钩都是泥鳅，试试看。好像只有我还在打亏。其他两只钓竿都有钓到，就剩我还没钓到。快了快了，就快轮到我了。边，那大哥中第二条，怎么那么猛啊？
这种鱼啊。太猛了，那个大哥。一直走。时间到了，该收东西了。时间到。我今天的生活或许就是明天的日常。